幸福劳工处明天将要在东山河生态绿洲举办105年劳工健走的活动。除了事先报名的人之外，劳工处还在明天早上7点到7点半开放现场报名，限额300人。105年劳工健走活动明天将在东山河生态绿洲登场，劳工处特别提供300个名额，让劳工朋友现场报名，敬请有兴趣的劳工把握机会。满地现场啊，我安排300名呀，要予咱现场的劳工朋友来报名参加。只要你报名完成咧，咱主办单位的管政会这边会送你水、毛巾哈，啊，搁有就是咱的餐点，那还有一张摸彩券。摸彩的项目非常多元哦。另外，伫现场咱嘛有真侪摊位，要做一挂发量的宣导、健康的询问啊，欢迎咱乡劳工朋友。会当来行行者。此外，为了关心劳工的健康，劳工处特别在5月份举办免费健康检查，欢迎40岁以上的劳工前往医院进行体检。只要完成体检的人，还可以获得100元的爱心礼券。希望劳工朋友踊跃参加，关心自己的健康。咱的健康检查是40岁以上的劳工朋友。啊，你若有符合着健保成人健康检查的资格，你通摕着你的健保卡甲身份证，去咱特邀的医疗院所去做健康检查。即个健康检查除了本来有诶项目以外呢，咱医疗院所嘛会甲大家搁加检查一项尿酸的部分。另外，为着要鼓励你入去医疗诊所做健康检查。管政府这边买上你一张100块的爱心礼券，那希望咱劳工朋友重视你的健康，去做健康检查。宜兰新闻记者赖福兴采访报道。